这样弄好了，到时候给你。啊，你给我弄上去。嗯，可以。这个还用不用啊？用。你上次说那个叫什么？说什么？我在老家。哦，那我在老家，我都刚过来这边。 很多快递不往这送吗？对呀。被放弃站了。没人干快递了。好多快递网点属于破产了是吗？不知道，我从网上买个东西，等着揽件。 等了一个星期还没来揽件，我到时候你忘，也不知道。我说你这样子吧，我加钱你给我发出来能吧？第二天就到。哦，这样，我去，哎，好多快递到了都没送，没往这送。哎，过两天一块去，还没到，快递一起去。
那就要好修了。你眼怎么了？眼底病，有那个鸡，眼底有那个鸡。你动了为什么？不是我们这里咳嗽。我比我脚好修一万倍，对对。你们俩这一对比，就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的，是不是？疼不疼？疼不疼？哦。哎，你这回子啊修得过瘾哦，包个一刀一刀的，叫他能练到手啊，我叫他能练到手的，嗯，是的，这就看你手艺怎么样，手艺不好就不管，是的，对，有点考试似的。哟，我妈的妈，怎么了？修脚了？哎，我让你的哥哥那个。哟，搁哪搞的？怎么走？在哪弄的？